我们所在的飞机，我5号机位，我们邢总6号机位，李教员7号机位，按照这个顺序来，我们各自带开。从左翼烟开始，啊，这边航行灯，啊，然后再往这边滑行灯，或者啊，这样，啊，还有没有？需要加吗？不需要加，OK。里边加油，有损坏，啊，对，然后这边整个的出风进气系统都是 OK 的，进气流压也是 OK 的。从来没检查的这么认真过。为了我的梦想，为了我一年级说出的大话，加油！956可以起飞。啊，起飞956。两点钟，进跑的右转。OK，起飞喽。啊，起飞九五六，起飞九五六。两点钟，进跑的右转。两点钟，进跑的右转。OK，起飞喽。特别兴奋，我觉得就是飞了，终于飞了。加速度需要多少节？啊，需要70到73。好。准备走完吗？可以起飞。哦，看到跑道了。3，中心圆全停。是这个方向吗？我就觉得瞬间好像自己长了翅膀一样，就觉得心往哪边，飞机就往哪边。956可以起飞，起飞。八轨一号起来了，侧面，左边。真正的起飞和降落了，车油门，加油坡度。过渡。油门8.6×6。我的心空。第一次能够自己去操控飞机。好，左转。很骄傲。而且飞机真的是可以按照我的节奏说，向左，向右。956三转弯落地，终止吧，落地发挥。好羡慕你们啊！看到你们真正的驰骋在蓝天上，哇，上面的空气是不是很新鲜？是的，上面的空气也没开窗户闻呢。第一次真正的空域带飞，什么样的感受？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对，哎，真的，我在下面看着你们飞啊，有亲切的感受。你看，从我们刚刚组建这个飞行家族，然后从什么都不懂，飞机的基本操纵的这个原理放在这里讲一下。抖油门它就减速，我一拉杆飞机就上升，一推杆飞机下降，太难了。进入符号学习与记忆阶段，它飞得咋样？同学们看到了以后可以及时指出。大偏误。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实际的来操作了，我觉得简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看那个水塘没有？看到了，飞到它的侧方。对，这样，这样向右边飞。对。作为你们的梦想领航员，看到你们一步一步在成长，一步一步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感到特别的高兴。所以说，作为奖励，今天我决定每人给你们发一个呆萌。谢谢。天空传递下了，感受一下啊，幸福和喜悦，好不好？先感受一下。为啥不给我呢？因为我怕你摔了。我可不会摔他的，就摔过那一次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喊下我们冲上云霄的口号，冲上云霄，让我们一起飞吧！冲上云霄，让我们一起飞吧！